这样方便看好吧。来，北斗飞蝎剩一物下掉，还有星丘。哎，北斗，哎，星丘，卸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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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飞蝎，飞蝎，好像有点好用，七七盘活了，全部下掉，全部下掉。后台触发，他写着后台触发呢，他不是写着后台触发吗？啊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好，全下掉了。好，七七新奶套，攻攻智，充能147，2225，敌剑，嘿嘿，五命，699。我除了七七命中五命之外，其他最高的五命，最高的五星角色就只有两命的雷神。不慌好吧，不要慌。好，现在来看一下伤害，没复活，对啊，没复活，没复活有点烦的。哎，怎么被挡住了？看伤害，看35000，我靠，水球炸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35000，我靠，每下35000，这个复兴能力好像，哇，又是35000，我靠，这复兴能力好像有点厉害，固定35000的吗？他一出，他是30000一出，吃了个超导，所以才35000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好像固定的数值，是不是？他的圣遗物上限是30000嘛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，兄弟们？啊，那好，测出来了，3秒一个35000嘛。好，测出来了，上限就是3秒一个35000，有没有问题？应该没问题吧？带风压剑还能提？风压剑？啊，风压剑？为什么能提啊？他不吃那个物理伤害加成呀，能提吧？35000，35099啊，35099。不过这人形怪物抗还要低一点，遇到物抗高的不行。不能，那他说了不吃这个物理伤害加成。哦，有点厉害啊！七七起来了，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！1秒10000。对呀、啊，3秒1个35000，1秒10000，还是用多少时间？啊，用了边打边聊，但是他作为一个负 C 的伤害，真的是很可以啊。目前我好像只有七七的圣遗物，星海的没刷出来，把星海的刷出来。他这个圣遗物的上限就是30000，他写着的啊，他写着的。上限是30000，最多吃个超导，其他都不吃啊。你看这里写着的，对吧？三万回复量，至多30000回复量啊，然后对周围敌人造成90%累计回复量的伤害，也就30000吧，就约等于30000吧，好吧，就约等于30000吧，最多吃个超导。你看该伤害结算方式，感电超导就。同感电超导，但不受元素精通等级或者反应伤害加成的效果影响。物伤加成也会影响吗？我们换个封印剑试试。我换个封印剑试试。物伤加成它没写有没有影响？老八也一样啊，它是圣遗物上限，老八也一样的。你达到了这个圣遗物上限，估计也是30000多一下的，对吧？星海老八和这个七七都这样的，我估计来再试一次，换个封印剑看受不受这个物理伤害加成的影响。走，开搞，七七盘活啦，兄弟们，七七盘活啦。
对，怪物减抗是可以的，怪物减抗是可以的。你什么角色不影响，只要你能用那个角色达到这个治疗量的加成上限，你用什么角色都不影响，用能奶的都行，都不影响。看一下目前只到了28000，35000啊，35099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我已经看到一个35099了，一模一样啊。再多打一下，对吧？没看错吧？哎，35099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又来一个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封印剑不吃的，封印剑不吃的，只要你能，只要你用治疗能奶的角色达到这个伤害上限，他就是这个，他就是30000多左右。啊，只要能奶的角色达到这个圣遗物的上限，它就是30000多一跳。嗯，也就是说理论的就是你的奶妈在后台也能有这个负 C 的伤害，1秒10000。我靠，这新圣遗物不错啊，几个纯奶被他盘活了。嗯，有的话还是建议小伙伴们刷一下的。好，我继续去搞那个裤衩去了啊，不是。哎，我继续去刷那个新岩套去了，我们测新岩套，好像就这样了，还没有其他特别的地方。是群伤啊，是群伤，就范围，它范围有多大呢？范围有多大呢？哎，自己看回放，溜，小范围。